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Yami， 我马上就要踏上去中国的旅途了，心情十分激动，我现在只想跳舞。现在我坐上了去中国的飞机，我的第一站是内蒙古呼和浩特。告别了热情好客的蒙古族朋友，我踏上了去往第二站的旅途。我来到了美丽的新疆乌鲁木齐。Mangsa kazaluk mayor